去哲学教室走这比较快啦。到了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吧。
这个就是星星剑吧？郑灵儿，你看，我就说不是假的。是是是，什么宿舍里的女鬼房间，你信吗？我是不信了。走，去看看就知道你被骗得有多惨了。你想啊，要是有这种东西早就上讨论版了，哪轮得到我们这些大一菜鸟发现。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可是哦，还是不要 TK 比较好哦。干嘛？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，我突然有点想去上厕所。去啦去啦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你上完厕所赶快来啊！啊，好。厕所，厕所，谁？门怎么锁了？越接近厕所越急，哎呦，突然还想上大号，忍住啊，林天明。
爽。嘿嘿，刚好趁现在来看一下今天更新了什么。哇，佛心公司哎，赞哦！哦，臭死了！这样丢着就跑，明天一定会直接上讨论版被骂死。哦，臭死了！这样丢着就跑，明天一定会直接上讨论版被骂死。哦，臭死了！这样丢着就跑，明天一定会直接上讨论版被骂死。啊？啊，坏了，真衰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！我的护身符！啊！头发！是那个人啊！妈，你别要！妈，你别要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能走了，怎么办？那家伙也太慢了吧，去个厕所去那么久。算了，不管他，我自己先去。搞什么啊，这什么锁，搞得跟艺术品一样。以前锁不是长这样吧？笔记上说的钥匙该不会就是这个？有够麻烦。我记得宿舍二楼还有什么房间？
搞什么啊？钥匙跟被封起来的房间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都有。哦，假鬼假怪。嗯，真的假的？还真的闹鬼。哎，我警告你这只臭鬼，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怕你哦。当自己是哪根葱，是鬼就可以伤害无辜啊？我们欠你什么了？有本事不会去找害死你的人报仇啊？哼，会怕就好。我看啊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里面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。好啊，来玩，我就不相信打不开这个门。
啊！傻爆眼！
我看你还可以嚣张多久。新桥学姐，难道2012真的出过事？钥匙，他想保护的就是这个吧？难怪一直阻止我进来。阿天说的没错，我太 TK 了，要想办法赶快超度他，不然我们都会没命。没事吧？嗯，学长，你会这样问，是不是也遇到鬼了？嗯。该死的女鬼！学长，你放心，我跟大天已经找到对付女鬼的方法了。真的吗？可靠吗？不知道，一本书上面写的，说是什么超度大全。本来我也不相信，可是真的被我们找到什么七星剑跟钥匙。好，那你要多小心新桥学姐。哦，学长，你也觉得学姐怪怪的哦？算是吧。你看，想到当初是谁提议数阶梯的，就觉得超级毛。我猜学姐可能早就被女鬼附身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要先把大家都找回来，我担心他们会有危险。然后等大天回来，我们两个再一起去把女鬼超度掉。好，那找人就交给我，你们就专心超度。好。不过学长，我可以先拜托你一件事吗？大天他去厕所去超久都还没有回来，虽然要我去男厕是没差啦，既然学长来了，还是你去比较好吧。也好。谢啦。对了，学长，你过来的时候没遇到其他人吗？没有。好吧，我还想说文耀学长会不会去找你。他不会来了。嗯？新桥学姐那边，你想好要怎么办了吗？要是把女鬼超度掉，学姐就可以恢复正常，当然是最好。万一不行呢？这种事问我，我也不会知道。如果要杀了学姐才能救大家，那你会怎么做？学妹。嗯。抱歉，我说了些奇怪的话，我觉得我快被逼疯了。
我怕我会变成神经病一样，我不知道，我……好好好，学长，你不要担心啦，直接从源头干掉女鬼不就好了？超度就是这个意思吧？电视都是这么演的。要是干不掉，大家一起死，总比谁自己一个人活着好啊。嗯，应该没有那种想要自己一个人活着的人吧？这样太没义气了。要是真的有那种人，我一定狠狠踹他几下，好好教育他怎么做人。你太傻了，学长。我去挡他，你去找大天，注意安全。好吧，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进男厕了，进就进了。李天明，李天明，装神弄鬼什么啊？嗯？我一定要拿七星剑劈死那女的！大天，等我！干什么东西啊？只会耍剑招，有种就自己来！大天怎么变
长，你还好吗？滚开！星桥，女鬼在他身上。不对，他想要杀我，他想杀我。大天也被他弄死了。大天，对，该死的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怎么办？回头。可是这东西怎么藏？趁他还没注意到，要快点，绝对不能交给现在的德轩学长。满了，好了，学姐没有接，希望还有人可以找到我藏起来的钥匙。
学长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你的伤不痛了吗？嗯。要演就演到底嘛。怎么去死啊？林安，怎么突然打给我？嗯，这铃声是林安的吧？他怎么没接电话？